我是旺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天竺鼠车车模组生存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就是做出了这个，这算是天竺鼠法拉利吧。那既然都做出了这么快的飞机，我就想要在这一集好好的来天空冒险一下。就我们天空上会有很多那种，那叫口袋宠物的小宝箱嘛，我们就去开开看。汪还准备了一个铁斧头，这样子我们开完宝箱之后可以直接把斧头挖掉，连登录都不用登录，就直接把宝箱给偷走齁。哎呦，有发现一个村庄哎，我们下去那个村庄看一下好了。又是这个屁眼羊驼，而且它是尾巴的这个小小的那个线条，感觉真的像笑脸一样，超恐怖的。来去那个村庄看看齁，冲啊冲啊冲！哦，这边会有什么东西呢？哦，蓝色的哈姆太郎哦，那我们再杀一点哈姆太郎，这样子就哦变可以变蓝色的哈姆太郎哎。来看一下蓝色哈姆太郎变身，我伪装了吗？有，我伪装成蓝色哈姆太郎了。莫名其妙，拔刀哈姆太郎的大冒险就此展开。看看哈，这个村庄会有些什么道具呢？哦，这边有熔炉哎，我还是变回来好了，我好矮哦，好不习惯这么矮的感觉。有皮革，有锅釜，但是这些用铁就可以做出来了，我们现在不缺铁了哦。好的，那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？大野牛，这村庄有没有村民啊？哦，有村民哎，靠北，这个村民。来跟你交易看看，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易的？骨头可以买绿宝石，四个骨头就可以买绿宝石，这个 NPC 好棒哦，我要把它带回我的村庄。它也是老鼠模组的 NPC 齁，我们下一集可以来玩一下老鼠模组，我们先用生物瓶，我们仅剩的生物瓶来把它装回家吧，这样子跟它买很多那个绿宝石之后就可以再做更多生物瓶了。再看看这个村庄还有什么神奇的 NPC 哦，这村庄盛产蓝色哈姆太郎不然把它打掉了，不好意思齁。再瞧瞧哦，又是这个 NPC， 你有更多好东西可以卖给我吗？五个，你比较烂一点点，这可以消除瘟疫哦，哇哦。好想要更多的生物品哦，也或者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获得的生怪砖，把这些 NPC 打成生怪蛋碎片，这样子就到时候可以来做一个 NPC 的生怪砖了。好的，看起来就这个样子了，汪汪就继续来去冒险吧。大概搜刮了一下种子，我们可以再做成仓鼠饲料，所以汪还是有获得一点种子哈。把这些东西通通都丢到我们的战利品箱箱，就可以让天竺鼠车车来帮我们带着道具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搜刮新的东西了。这个村庄的话好像有蛮多老鼠模组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再回来看一下。我们就先出发吧，今天的主要目标先找宠物的东西哈。为什么我的翅膀透明隐形了？是发生什么事情吗？飞太快是不是啊？没事，感觉对游戏影响不太大，我们就继续去找找看。哦，有两个云朵块哦。来去看看上面应该会有箱子之类的吧。来停停下来，让我看看，我要下来。碰得到吗？我看到了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铁巨人的，还有钻石的。那这个就先把你挖掉掉。哎呀，这卡住，挖掉。哦，好，把这个箱子挖掉，这样子这个云朵我们就不用再来了。也有观众问说，这个云可不可以采收？哈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来，我先下来。哦，有烈焰神，有烈焰神。我没关系，我没有防衰弱套装，我再慢慢飞上去哈。再度变成拔刀小蝙蝠，而且我看到那边好像有个像生怪砖的东西耶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一下齁。先回去把我们的飞船要回来哦，哇，变成小蝙蝠就不怕烈焰神会攻击我们了。那这边这一箱是什么东西呢？看一下苦力怕好像很帅哦。哦，这个箱子也挖掉，然后好痛，好痛。那我试试看可不可以挖这个云朵块好了，我们来挖挖看这云朵齁。看起来不太行哎，我们到另一个云上好了。我刚被人打到这个烈焰神，他想揍我。来挖一下，可以挖会挖出什么东西？不能把它挖下来是不是？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飞走吧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变黑黑的？你怎么焦炭了一下？我们先离开一下。我想去看刚刚楼下那个东西。我们下楼。
来看看这个铁巨人，它有损伤吸收的效果哈，还会给我花朵。但它吃铁锭啊，铁锭没有问题啊，我们现在铁是无限的。嗯，再来苦力怕可以爆炸哎、欸、哦，我们来拿苦力怕还有铁巨人玩一下，又见你一下哦哦哦哦，我的血变好多哦，哇哦，拿这个铁巨人会让我血变好多哦，然后只要给它吃铁的话，哎、欸，这个算是。随身金苹果的意思吧。哦，那边还有苦力怕啊，苦力怕跟苦力怕，我也来爆一下，来来苦力怕，我爆你们哦哦啊！我把那个爆炸特效的那个给关掉了，哎、欸，这样也不错啊，这样大家不会看到烟火，对不对？哇，可以爆炸哎、欸！哇哦，好玩好玩好玩！那刚那苦力怕的火焰啊，获得苦力怕宝宝的灵魂哦。那刚刚我发现那个生怪砖在哪里，我再去找一下哈。发现目标了啊！之前也有观众说啊，想要看汪变成苦力怕自爆试试看，我们可以来试试看。但我要，我死后应该会记住坐标吧？那我就看一下那个按键设定在哪里哈。有，我按 V 就可以使用动作了。我们来看看哈，我现在是拔刀苦力怕，我按 V 键我会哦 ，OK， 很好。我先哦，我回到最重生点的地方了。那我变成蝙蝠飞回我刚刚死掉的地方去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看来观众的话还是不能乱听呢，要斟酌一下。哎、欸，汪不能每一个都听你们的、啊，不然的话我会就找重生点很累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那就回来吧，看看这边这个是什么的生怪砖、啊，这是什么村民？哎、欸，村民的生怪，僵尸村民的生怪砖呢、欸？哎、欸，好想把它带走、哦，我们可以把它带走哦，我们用那个车就可以把这个生怪砖带走了。那我们来记一个点好了。哎、欸，还有这个骷髅头、欸，哎，酷哦，我们来收集这个骷髅头。前面有一座高塔，那个高塔会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有这个火焰。然后下面也有一个生怪砖，这是哎哦，这是骷髅的生怪砖是不是？看一下哈、哦，啊对，这哎这是流毒的生怪砖呢，更特别一点。等一下那个流毒是不是眼睛大？哦，你是绿色的，你先走开。哇是哦是战利品箱哦是绿色的哈姆太郎，去死吧！我要获得你的那个变身特效。来变身一下下，你想干嘛嘛？哦哎在哪里？我没获得吗？哎、欸，好，我先撤退好了，我先回到我的那个天竺鼠车那边去。哦，又是一个绿色的哈姆太郎。哦，可以变身了吧？这回可以变身了吧？来看一下哈，嗯，什么都没有变身啊，奇怪了。我们继续专心去找哎宝箱吧。哦，夜空里面开船哦，感觉别有一番风味。嗯，哪边还有建筑呢？哎呦，那边有一个空岛哎。那小空岛会有什么东西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哦，有宝箱哎，有宝箱哎。我们来这边停泊一下哈。哦，又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了，酷炫。嗯，哦，下来。一二三，耶！看一下哈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有向日葵，有牡丹花，但就这样吗？哦，你让我来一个空岛就这些东西？你认真？又发现了一朵云云，来看看你会给我什么新宠物？来，让我敲敲敲敲敲敲！为什么我下楼了？让我靠近一点点看看好不好？让我看看哦，看到了小蜘蛛，我才不要小蜘蛛嘞！你有什么能力啊？跳跃加速，嗯，爬墙哦，好像有点厉害哎。哦，但是再找找看别的吧。等一下，一起来看看有什么能力。没想到一组的煤炭飞的还可以飞挺久的，但我现在应该只剩下备用的两个煤炭了。再看看我们可以再发现什么东西吧。嗯，哦哦，看到了，那边有一个，哇，那个是彩色的，会不会有特别好的宠物啊？我们上去瞧瞧。嗯，你会有什么道具呢？哦，来开箱箱。哦，它中毒哎。哦，又是小鸡哦，我才不要小鸡嘞。好啦，我要离开这里啦，不要再让我中毒啦，你真的很不要脸啦。我们回家啦，一天又平安的过去了，感谢天竺鼠车的努力。因为它现在太大了，所以我决定把它停在外面哈。反正我们家外面沙漠空间那么大嘛。嗯，来看看蜘蛛哈，蜘蛛的话，欸，鸡我们看过了嘛，蜘蛛是跳跃爬墙挂在墙上，哈，挂在墙上前行是不是啊？但欸，我现在好像不能欸，我要给它吃生肉，
怎样生肉？嗯啊，我那个车车里面 的东西还没拿回来，我记得里面应该会有生的猪肉，你会吃吗？你会哦，他会吃，太好了太好了，那我可以挂在墙上，像是这个样子。等一下哦，啊这嗯不对啊，我玩潜行哦，潜行加右键是不是哦这样子哦。来潜行家又我这不好操作哎，我不喜欢这个蜘蛛啦，这蜘蛛好难用哦，我要把它卖掉。那获得这些宠物啊，如果道具都不太好用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掉。我先去找我之前获得的一些垃圾宠物来用哈。这是汪汪现在身上所有的宠物啊，还有观众跟汪汪说，我拿郭府配这个牛好像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但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来，我拿这个牛去挤这个郭府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？看起来好像没有。然后蜘蛛它会有跳跃提升，在外加小鸡的话，这感觉好像是蛮厉害的，但我觉得没有很好用。这蜘蛛的爬墙，有够难用的，会时不时的掉下来，我觉得不太优，所以我要先把鸡还有蜘蛛还有牛给弄掉。来试试看空桶好了，它会来填充我的牛奶吗？我没有感觉啊，牛，快给我牛奶，快给我奶，给我快，现在马上，看起来是没有的样子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很好用啊，所以我要把他们换掉。那要把他们换掉的话，就随便拿四只来替换就可以了。我就留个，苦力怕要消费火药哎，那我把牛留下来好了，说不定牛还有其他作用。还要让他们饱食度满才可以换哦。那来啦，我给你吃火药啦，臭苦力怕，快吃，现在吃，立刻马上吃，你要吃火药了没有？苦力怕，快吃啊，你吃，我把它放在头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来，苦力怕放头上哈，等一下哦，苦力怕放头上哦，苦力怕放头上，那再把铁巨人放头上，铁巨人我觉得蛮厉害的啊，鸡放头上跟蜘蛛放头上，各种都放头上一下，所以苦力怕你要吃火药了没有啦？快吃火药啦，火药不够多是不是啊？全部都给你啦，你到底要不要吃火药？我要把苦力怕卖掉我花了一点时间把地形修复了一下啊，这边还有一根火把没插到。气死人了，真是的。汪汪稍微了解了一下这个口袋的宠物，它要怎么喂它吃东西哈？只要它的耐久度完全没有，就会直接吃东西了，像这个样子。啊，苦力怕它的耐久度没有消耗殆尽，所以刚刚没有吃身上这个火药哈。我们就来去水里让它发泄一下吧。啊，这边就没有问题了吧？蹦，好，他吃掉那个火药了，好，我可以把你卖掉了。那牛先留下来一下好了，看看到时候观众在说这个牛跟国府到底有什么合并的作用齁。来吧，把你们偷卖掉啦，真是的，气死我了，多花我好多时间整地。可以来随机换一个新宠物哦，321 go go， 我换到了，满足员是什么东西？制作一个宠物园，那我现在点它一下是不是？那我点了哟。我获得了一个雪人宠物，来看一下。给你滚雪球，然后会弹回弹什么？我觉得它的翻译都怪怪的，但是这雪人好可爱哦。他的那个动画超可爱的，我们把它放到头上试试看哈。看一下它。我们来看看他哦，看看他哦，看有没有他在丢雪球，他很可爱。下一集的话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要不要碰一下老鼠模组，看这个 NPC 还在那边等我们呢。也有观众说，我们可以拿一来跟僵尸村民碰碰面，可能会发生神奇的事情，就下一集再看看吧。今天就这个样子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！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，捅爆铃铛，真是汪汪，觉得香香，记得分享，协助汪。